里，有人把它化作动力，有的人却懒你扶不起，整天抱怨不肯去努力，其实就是太懒，害怕辛苦就是不去干，自甘堕落总是迷茫，只能伤感。你若不肯努力，谁看得起？只能被踩脚底，没有人会在乎你，只能受气。最应该奋斗的年纪，你不要选择了安逸，我们一起加油努力。抖音。